《猎蛙奇偷摸》这个影片是2020年最后一支影片，对，眨眼一过2020年就要结束了。先喝杯咖啡再讲。但在2020年呢，其实我感触蛮深的，因为呢，在2020年刚好有一个灾难，一个疾病发生，然后疾病呢影响到我的生活，甚至说我的工作，还有说我很多计划都泡汤了。从前年的十月份开始上传了我第一支 vlog， 渐渐的我认为说，拍影片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。但是呢，我不是想要成为 YouTuber， 因为对我来讲 YouTuber 它是属于比较娱乐性的一个角色啦。我的角色会比较属于像是真的是像 Content Creator， 就是做影片企划，比如说拍商品广告，还有拍 B-roll 啊，当然这频道也会记录我的生活，还有像这样子谈话型的 Lifestyle 谈话型的节目。如果说你是第一次进来这个频道的时候，你可能会有点奇怪说，这里这个频道主题到底是什么。所以在开始 YouTube 的第一年呢，我尝试了很多企划主题，包括跟我老婆拍的企划主题也有关日本的东西也有，当然也有讨论说，因为我老婆是日本人娶日本太太的五大好处是什么。后来我渐渐发觉，这跟我原本要拍的初衷是不一样的。因为呢，我受到比如像 Peter McKinnon 啊、Daniel Schaefer 啊、James Marshall 还有他们等一些很优秀的动画影像创作者的影响，导致说，我这个频道基本上走向应该不是走日本这种文化的东西，因为对我来讲这根本不是我想要做的事情。后来我就渐渐的有关把一些日本主题的企划给停掉，然后渐渐的 B-roll 还有广告影片，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好玩的一个事情。然后在今年又加入了拍照，会是我明年开始想要精进的一个东西，比如说拍食物摄影、人物摄影还有一些商品摄影，我觉得对我来讲都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。2020年呢，我们并没有输，因为呢很多东西都已经慢下来，所以你可以好好的去思考，就算我失业了，我可以靠我自己的技能去赚到钱，然后供养家庭，甚至说可以买新相机，因为现在疫情影响嘛，所以你要做很多有关你想做的 promotion， 你想要做的一些动画，比如说动态缩时摄影啊什么的，很难，因为东京太恐怖了，所以我基本上都待在家里。非常幸运的是，我在明年我有跟一些大品牌还有一些企业合作影片的一些案子。对，现在是自由工作者，是 freelancer， 但是这样子的这个工作方式啊，其实我非常喜欢，只是说现在很不稳定，我要找更多案子来支付我家里的开销，还有说我将来器材的开销。然后2020年是真的非常辛苦啦，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也非常辛苦，不知道你对这个频道的想法是怎样呢？好，如果说你喜欢我的想法、我的理念，还有说我的作品的话，记得帮我按一下订阅，然后有问题在底下留言，我们会在下一次的影片再见。下一次的影片是2021年，我们2021年见，拜拜。